哪款最厉害 ？Time 评选五大 App 出炉。手机 App 程式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，但这么多种 App 究竟哪种最好用、最好玩？美国 Time 杂志日前评选出2017年至今最佳 App， 我们快来看看前五大是哪些。用户人数突破7亿大关 ，Instagram 顺利进入第五名。照短片著称的社交平台广受全球年轻人爱用，这款专业领域线上学习 App 从科学、旅游到烹饪应有尽有，不过内容全程都是英文授课，学英文长知识一举两得。这款推理类型的手机游戏需要透过简讯、电话和照片寻找遗失手机的主人，可惜目前只推出英文版。这款工具类型的 App 除了可以安排行程和规划，也具备云端同步功能，可在手机、电脑或平板同时读取资料。超级马里欧酷跑游戏是任天堂首款行动游戏，不断奔跑吃金币，风靡全球玩家。TN 掏新闻，赶快下载来试试报道。